传播艺术，播种幸福。人们是为着美而生活在真理和自由之中，谁能更虚怀若谷地拥抱世界，谁更深切地热爱世界，谁说是最优秀的，谁是最自由的，谁也就是最优秀的，在他们身上才会有最大的美。高尔基，世界名著家，白国际艺术大观一。这个世界如此美好，值得人们为它奋斗。我只同意后半句。海明威战地中胜，爱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，你竟可以把它消灭掉，可就是打不败它。海明威，老人与海。三，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，但到后来，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。海明威永别了武器。四，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与人生。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。五，今天做不成的，明天也不会做好，一天也不能虚度，要下决心把可能的事情一把抓住而紧紧抱住，有决心就不会任其逃去，而且必然要贯彻实行。歌德浮士德，命，我绝不会再像以前一样，把命运加给我们的一点儿不幸拿来反复咀嚼念念不忘，我要享受现实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。是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，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。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，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。J.D. 塞林格，麦田里的守望者。八，生命中真正重要的，不是你遭遇了什么，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，又是如何铭记的。马尔克斯，百年孤独。有人的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绝望。海绵已经吸够了水。即使大海从它上面流过，也不能再给它增添一滴水了。维克多·雨果，巴黎圣母院。十，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。雨果，悲惨世界。十一，世间的很多事物，追求时候的兴致，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。莎士比亚，威尼斯商人。十二，凡事须多听但少言。聆听他人之意见，但保留自己之判断。威廉·莎士比亚，哈姆雷特。十三，黑夜无论怎样悠长，白昼总会到来。莎士比亚，麦克白。十四，每个人都会有缺陷，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，有的人缺陷比较大，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。列夫·托尔斯泰，战争与和平。十五，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幸福。托尔斯泰，安内卡列尼娜。石榴，如果爱一个人，那就爱整个的他，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，而不是脱离实际，希望他这样那样的。列夫·托尔斯泰，复活。十七，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，你得让他自由，如果他回到你身边，他就是属于你的，如果他不会回来，你就从未拥有过他。大仲马，基督山伯爵。十八，忧郁是因为自己无能，烦恼是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，暴躁是一种虚怯的表现。大仲马，三个火枪手。十九，一个人需要的东西愈少，他的幸福就愈大，一个人的愿望愈多，他的自由就愈少。高尔基，我的大学。二十，假如你避免不了，就得去忍受，不能忍受生命中注定要忍受的事情，就是软弱和愚蠢的表现。勃朗特，简爱。21，我的梦想值得我本人去争取，我今天的生活绝不是我昨天生活的冷淡抄袭。斯汤达，红与黑。22，不要为那些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时间的人而浪费你的时间。玛格丽特·米切尔挑。23，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，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。泰戈尔，飞鸟集。24，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，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，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。莫泊桑，一生。25，不要放弃你的幻想，但幻想没有了以后你还可以生存，但是你虽生有死。马克吐温，百万英镑。26，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，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，当他回首往事时，不会因为碌碌无为
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、生活庸俗而愧疚。奥斯特洛夫斯基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？27，人性的确如此，既轻信又爱怀疑，说他软弱，他又很顽固，自己打不定主意，为别人做事却又很有决断。萨克雷宁立场。28，我要好好的活着，用心的活着，等到有一天上天把他欠我的全都还给我。卡夫卡变形记。29，从现在起，我开始谨慎的选择我的生活，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。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，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。我已无暇顾及过去，我要向前走。米兰昆德拉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。30，难道你的人生、你的幸福真的在于装出你没有的身份，花费你担负不起的金钱，浪费你宝贵的求学时光，去见识那个社会吗？巴尔扎克，高老头。31，没有时间磨不掉的记忆，没有死亡治不愈的伤痛。萨万提斯，唐吉诃德。32，将感情埋藏得太深，有时是件坏事。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，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。简奥斯汀，傲慢与偏见。33，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，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。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，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罗曼·罗兰，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。34，当岁月流逝，所有的东西都消失殆尽的时候，唯有空中飘荡的气味还恋恋不散，让往事历历在目。普鲁斯特，追忆似水年华。35，非要亲眼看见更恶劣的环境，否则就无法理解原有环境的好处，非要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否则就不懂得珍视自己原来享受到的东西。丹尼尔·迪弗鲁滨逊漂流记。 AMP 国际艺术大馆第5067 35部世界名著浓缩成35句话，句句经典，受益无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